诸佛端坐圣宝座，征服摩罗与魔君，是常饮四谛法露之人中圣者，以丹寒加拉佛为首的二十八佛，乃引领世间的导师，一一立于我前顶，诸佛住于我头，法住于我双眸，而增加诸功德之源，住于我胸膛，阿那律陀在我心脏，舍利弗在我的右方，乔陈如在我的后方，木坚连在我的左方，阿难陀与罗喉罗在右耳方，迦叶与摩诃南在左耳方。于我头后方的是苏比多，他头发放光如日照，具足光辉，乃至上言圣者，善说心法的古摩洛迦叶长老，乃此功德之源。他常于我口中，观乐、昂哥摩罗、优波离、难陀、希雅利这五位长老，化为吉祥之印，从我额头中央现起。还有那其他的八十位大长老，他们是圣者，是胜利的佛陀之弟子，戒德之光芒在绽放，立于我身体的每个部位，宝经在我前方，持经在我右方，藏顶经在我后方，昂哥罗摩护卫偈在我左方，稳护偈、孔雀护卫偈与阿达那提亚经在虚空覆盖着，而其他的经偈则于我四周立成围墙，与各个至上之圣力结合，由七岛法场围绕，一一愿封戒与胆、执等所带来的疾病，以及里里外外所有的不幸，凭着那无穷境的圣力，皆消灭无余。于任何事，我皆常住于正觉之阵，于圣者之阵的正中，住于这大地上。愿这些所有伟大卓越的圣者恒常护佑我，如是我完完全全地被善护卫，凭着佛陀胜利之威力，消除所有困扰，凭着法的威力，克服所有敌人所带来的阻碍，凭着增加的威力，越过所有危难。今那般穿经中